大家好，我是千鸟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：蛋革命》帝王陵墓。It is warm to the touch. This book is bound in human skin. I must find the tenor before more die. 又是有要人皮的，不过应该跟那个故事是没有什么关系，分开的。Stop him!因为在之前那个人皮装甲的故事中，皮匠是无辜的。大家都想用人皮，奇怪。Let's get a closer look.You're still breathing! But a Zydo, that's an oversight! And easily remedied! Oh! 糟糕！糟糕！被发现了，变成要追抢了。Let's stop you in your tracks! Ah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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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h!关门关这么快啊！应该有路可以从上面进去。不要卡住！I'm too late for this one. 雾月亨利四世玛丽德麦利奇路易十三及本食谱雪月，很难再找到国王，用一些侵入者代替一本圣经，客户一定会满意，必须再度前往巴黎。我该换房间了。由迷人军官率领的入侵者已经占据我的地盘，他们有些人可以拿来做成很棒的封面，其他只能用来阻止入侵者。地下墓穴 again。没有办法发射。为什么这里会这么亮白啊？杀错人了。光线没有问题吗？我觉得这光线好奇怪啊！超不舒服嘞，这个光线。我们要开这个，
为什么地下墓穴会这么亮啦？唬谁啊？罗虾，哦，跳水有这么难吗？跳水，游泳。把黑色跟白色给涂错了。因为这个也太扯了吧！重开好了。我先去他，哎。然后先把你的小弟都杀光，再来慢慢宰你。老鼠区，我现在是往这边走。嗯，这后面还有两个收藏品，好吧，那我只好往这边走了。老大在那边，不知道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闪一下那个错误的光影。
么老大神怎么还要打我？放开那妖怪！明就没有老大了。然后我需要弄个油，这样如果有要驱赶动物的时候，我才有办法驱赶。把老大杀了。其实我觉得带这把枪斧，它对我带手枪应该没有影响，我应该还是可以带手枪啊。我觉得玩这边就是应该要用这个武器，这个武器真好难用，没有手枪。上不去。咦？哦，这边有一条路。
找到你了，躲在这么隐秘的地方。是我要去另外一边呢。这区已经没有双脚帽了。地方在上面，应该是走这边吧。应该可以爬得上去。哎呀，还是没有办法直接刺杀。要点药吧，我现在缺药水。我不要墨水，我要药水。其实我好像不用开锁哈。我只要拿到这个就好了。这边的收藏品都拿到了，这样就可以很安心的去杀。皮匠，男人皮做衣服的皮，做书皮的皮匠。
Hold the moment. Someone there. I have a fire. I mean no harm to you now.都没有药品。 药品剩下两瓶。 对，上去是从这边上去的。 诶？不是吗？ 是吗？ 居然连爬墙都没有试着爬，好吧，这里有木架可以爬。 你们老大死了，你们不知道吗？ 我还是要游泳，我的油灯。 丢飞刀，讨厌！丢飞刀，丢什么飞刀？很喜欢丢飞刀，杀光你们！这叫做瞬移刺杀，从这边这样顺过来，然后一些神奇的技能就对了。啊，找兵将了，找兵将了。
see you alive. Huh?拿我的皮来定妆嘞，香的美！我拿到皮匠之斧，皮匠之斧是重型武器，还蛮强的耶，其实。 原来如此，所以就模仿就对。这里居然还有个神器，还是要怎么去？不对啊，这里有两个神器，这样我要把这些去焊片才行。 死啊！你们就逃吧，太弱人了，不想要追杀了。今天居然还有一个金色的宝箱。 发现双脚帽。老大在哪？没有老大。 这里啊！白痴老大，自己跑进烟雾袋里面。哦！居然还投我！ 还不跑啊？ 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会，拜拜。